然后他今天要我们带来 GraphQL， 介绍一下这样子。那谢谢，欢迎他。好，大家好。那今天我来希望能带来一点好笑的东西，这样。不过我好像写得太认真了，不过让我们看下去。那今天后来听的，我想应该不会是被骗来的。让我们来看，那今天会讲一下 GraphQL， 然后在 Azure 里面用 Graphene、GraphJungle， 然后最后在实际上的 VBA 这样子。那先说，如果你没有在用 API 或者在开发 API 的话，那今天这个 talk 大概你可能不需要听这个 talk 这样子。不过呢，如果你对新的 trick 有兴趣，你还是可以听，留下来听一下。那我们会看一点 code 这样子，不过不会太认真，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好，那接下来我要说什么呢？你们有用？我要问一些问题。你要用你们现在有在用 API 的，请举着手。哎呀，太好了，连我的手都举得起来。那有在用 REST 的，请举手。其实还是很多呢。确实是会中。最后有用 GraphQL 的，请举手。这样子，有一些呢，太棒了。好，那接下来我要继续下去了。那我这一场的讲法就会一样是从开始讲到最后。那最后当然就是比较痛的地方。那这是我们习惯的 REST API。那既然很多人有用过的话，就会知道它有很多 POST、GET、PATCH、DELETE、PUT， 每一次都要 N 选五选一哈，或五选五之类的。然后你要在你的 ID resource 里面加 ID 啊 ，relationship， 然后如果你要做到很 RESTful 的话，你就要开始搭一层又一层，然后一次捞一个，一次捞一个，或是捞一些这样子。这是我们以前用 REST 的时代。那其实 Azure 现在还是有用 REST 啊，要一次改几万行到 GraphQL 也是很可怕。那这样子的算术算 是一个粗略的算法，你有 N 的 endpoints， 然后有 N 个 method， 然后还有再加上你的 request， 还有几个 relationship， 你就有 N 种 response， 这样下来就这样子的 REST 是我们喜欢的嘛。对对对。那文件呢，文件在哪里呢？然后回传的栏位是什么，或是形态是什么？那我们这个 schema 要怎么给iOS 或者 Android 看呢？或是Linux Phone， 快有 Linux Phone， 或是Web Phone 要怎么给 React 或者 Angular？ Yeah， 他应该还在。好，那这是我们以前有用过的服务，一个叫做 Spotlight。那其实有用过 Swagger 的人就会知道，其实它就是开一个网页，然后写一下你的范例，然后再用一些套件把 code 卷出来这样子。那其实它是一个不错的 practice， 在 RESTful 里面它可能已经是最好的，就是至少大家有一个 schema 可以拿起来看，一起看前端。在后端还没有写 code 之前就可以先做，那后端也可以照着他当初说好的文件来开发。我觉得这是一个 GraphQL 跟 Spotlight 或 Swagger 很重要一点这样子。那可是那些文件呢，我们写完就会留在那边，什么 CM 2.0 啊，当我们已经写到不改到不知道几版的时候，那个文件就在那里，我们再也不会去看了，那就很容易过期 ，outdate。那另外一个在 Django 用开发 REST 最爱大家最有名的就是 Django REST Framework。那在我的使用经验里面，它有超级非常多的 serializer 可以去用。你 update 可以是一个，你 query 跟 update 合起来可以是一个。然后 CRUD 也可以是一个，那它有一个 Model Serializer。 那其实在我去研究到底要怎么用的时候会有一点辛苦，我觉得其实发现各种用法都有可能这样子。
那还有你必须决定很多 endpoint， 就很多 URL 啦，然后还有许多的 relation， 还有很多可能的解法，这样就像我刚刚讲的，去发现，有时候你会看 code， 有些人看文件这样子。那如果你太忙着，没有办法去改善任何东西的话，就像这张图这样子，就你推着一个方块的轮子，然后人家说：“哎，这个轮子比较好，你要不要试试看？”我说：“我们太忙了，没有时间去做得更好这样子。”对，那张图我觉得非常有启发，所以也在网络上其实广为流传。好，那我开始自我介绍一下。那刚刚讲过，我就是 Leadership Developer in iShip 这样。那我们公司在做 POS 点餐系统这样子。那客户在 iPad 点餐，点一点东西就传到 AWS 云端上面。那我也是台北打派 Co-founder 这样。那这个月会办周年庆，那欢迎大家来玩玩这样子，可能会吃吃喝 ，Maybe we'll see。那每个月月底礼拜四晚上在台北。好，那再回来，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比较 GraphQL 的地方。那什么是 GraphQL？ 那在官方的介绍，其实它是一个 REST， 就是大家因为用 REST 通太久，就觉得我们想要一个新的东西这样子。那其实在那之前 ，Google 有出 Protocol Buffer 啊，或是 gRPC 一些比较底层的通讯协定，其实我觉得现在比较起来就发现，怎么没有 GraphQL 那么广泛，像 Space 接纳。那一开始是 Facebook release 出来的，那 GitHub 最新的 API 也是用GraphQL， 那 IBM 跟 PayPal 里面都有用这样子。那除了它是一个架构 architecture 以外，它也可以是一个 data query language， 也是一个 spec， 也是一个规范这样子。那在2015年中的时候 release 出来，现在2019年，其实四年还算年轻，iShip 才五六年。那好，那它有一个很棒的工具，就是 GraphQL。那在这个工具的时候呢，我们会操作，例如说我会在左边写东西，写一写，然后我要写我的变数进去，然后它这边就会显示它回传的资料这样子。然后这就是我说的文件的部分，在 Acura 上你可以直接找到你刚刚写的 query 的，所以你在后端写的文件，或者说其实你没有写文件，你就是定义那些栏位的 type，你这边就可以看到，那大家就会比较容易去做事情。像比较清楚的有没有那边有一个 has next page 是一个 boolean 这样子。那虽然它名字取得已经蛮好的，不，通常你有 has 就是零或就是 true or false 嘛。那我觉得，这算一个示意图，虽然萤幕不够清楚。好，那这些介绍它的 key features， 就是它有 flexible， 就是比较弹性的 query。那其实这边在前端 query 的时候会用到，因为前端以前 call 那个 RESTful 的话，那其实就是只能乖乖的一个一个打。那可是现在它有一个有点像 SQL SQL 的那种可以去查询的语言，它就有一些可以，例如说重复使用的资料格式的。重复使用的语法，像 fragment， 那它的 API 也可以看到它的 type。哦，对啊，刚刚有看到什么东西是 boolean， 什么东西是 string、integer 这样子。那它的 resource 我觉得也蛮方便的，像以前就会，你 CRUD 每一个都要 return， 那有时候你想要 return true or false， 还是有时候要 return none， 有时候 return 什么的。现在我觉得比较方便，就全部都把那一个，例如说你 CRUD 一个 user， 你就拿那个 user type 全部 return 回去就好了。所以说我的 return 我只要用一个 type 就可以解决，这样就是一种 reusable。那这也是官方网站的动画，不是我做，我没那么多时间啊。对，那它就是你 query 一些你要的东西，那一个 user 其实有很多栏位嘛，可是我只要 name 还有 friends 的 name， 然后这一次就把Hero 跟他的 friends 一起拿回来。那我这边是用星际大战的范例 ，anyway，
那他就会把这些东西你要的东西拿回来，那你以前可能要下两个 query 或是 n 加一个 query， 那你这次就是一发打完这样子。那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特性，我觉得也是蛮 practical， 在后端的实作上它是一个 flexible， 就是versionless， 它没有版本，所以它在你在加东西改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跟前就会跟前后端说好，我们就这样改，然后你也不用去定义说，哎，你到 V1 才能这样用哦，你到 V2 的时候才能这样用这样子。其实只要其实 GraphQL 的想法是，只要有就可以用，没有的话就你就要想办法处理这样子。所以他希望你一开始就是做比较弹性一点，不是一开始就写死，然后后来改个苦哈哈这样子。那这在我们开发的时候蛮常发生，就是几乎就一直发生了，就是因为一直在改版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比定义版本更实际一点。因为我们以前的 REST API 简单的讲好了，永远都在 V1， 然后一直改，那何苦呢？那这是有 type 的 schema， 那 这其实只是反映刚刚的，你每个栏位会有对应的 type list 啊，然后你可以定义自己的 type 这样子。好，那要看一下 code 了，这是 Django RESTful Framework 的 Theorizer， 那这是它的 Model Theorizer。我想应该算是比较常见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把 model 丢进来，然后你要什么栏位，然后你来定一些额外的东西 meta 这样子。其实这个 pattern 还蛮 classic， 蛮标准的，就是蛮常见的。那这是一个你要把theorizer 丢到 view 从 URL 回传的时候你会用的一些 code 这样子。那这也是有时候会让我有点 confused， 因为我用了很多种 routers 在我们的，或者我发现很多种 routers 在我们的以前的 code 里面这样，所以我就说其中一种是这样子用这样。那它其中一种叫 simple router， 所以你可以想象还有可能还有不太 simple 的东西。对，那你就注册一些 user account， 然后你的 Django URL 就会动了这样。那这些花了这么多力气就是去加一个 resource。 好，那我们同样花差不多的力气啦，我觉得也是加知道 GraphQL 的话，那这是一个标准的 graphing type。 那 graphing 其实就是 GraphQL 在 Python 里面最主要的实作 library 这样，所以你会 pip install graphing， 那其实它还会装一个 GraphQL code 这样子，因为现在已经不止 graphing 了。其实这里有一个可以跟我上面没写，不过我可以先跟大家讲，就是 GraphQL 它开发模式你可以看到有两种，而且在 iShare 里面这两种呢都有用到这样子。我们后端呢是自己去写这些 field 这样子，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就是说从餐厅啊到菜单啊一个比较完整的 schema， 我们都自己手刻出来，自己手写在程式里面，然后呢我们用这个 graphing library 可以卷出一个标准的 GraphQL schema。 那 schema 不是 JSON， 只是有点像 JSON， 不是 JSON 也不是 YAML， 它就是一个 GraphQL schema 的存字档这样。然后这个存字档呢 iOS 会拿去直接用 Apollo iOS 把它卷出iOS 需要的 type， 因为 iOS 需要编译嘛，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他们卷出来的 code， 他们就自己不用去处理什么 JSON load 啊 JSON parser， 不用自己去写一些无聊的 parser。 我说它是 integer， 你们卷出来的那个 iOS 里面的最后拿到 response 直接趴进来，就是你就直接拿 integer 这样子。那以前我们就是JSON loads Python 也是啊 JSON loads JSON dumps 啊 blah blah blah， 然后出去。不过其实 Django 当然或者 Pyramid 他们都有那个 JSON 的 helper， 可是这边基本上大家就会用library 做掉。
后面还会再稍微提一下。哎，我刚刚没有讲到，刚讲两种，一种就刚没有把它 summary 好，就是一个就是首科你整个 schema， 一个就是用卷好的 schema。那在 iOS 我们是卷好了，可是呢，在我们前端，我们网页的前端 React 那边，他们也是首科，很有趣吧？那其实胖现在我说的 GraphQL Core， 除了 Graphing 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可以吃整个 Schema 进来，再卷出 Python Core 的，那个比较新，那我们也还没试这样子。不过我可以跟大家说，有开发有两种模式，你们都可以参考。那如果没有人生 schema 呢？那就是你生 schema， 你自己去手写，先把那个写一个程式档的手写那个 schema， 可以的。你想看写 code， 其实写更多这样子。好，那这是标准的 graphing jungle type， 跟刚刚那个 model theorizer 非常的像，我觉得其实。你就从那个 graphing jungle import jungle object type， 然后说你这个 type 是Django Object Type， 好长，然后你的 Model 是 Con， That's all。 然后呢，你就写一个制造一个 query， 这样说你这个 query 有一个 All Accounts， 然后它会 List Account， 然后你下面那个 Method 其实这部分有点比较 convention 一点，我觉得就是它这边你 resub 底线 all account 啊，其实它会直接 match 到这个 all accounts， 它是一个 magic， 就是它自己 library 直接帮你去 passing 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有点 magic 啦。那如果你不喜欢这种 magic， 像我就会喜欢在 list 逗号后面写 resub 等于 resub all accounts。虽然某种程度上有人会说这样多写多此一举，官方文件就说这样用就好了。Anyway， it's magic。 那这在 Django 要怎么卷给 Django URL 呢？那就是你会定一个 GraphQL。 那我可以分享的是，一开始你大概就是会用一个 GraphQL。 那例如说接下来所有的 query， 所有的 resource 就在这个 GraphQL 的 URL 下面结束了。以后你任何的 query 啊，你有100个 resource 啊，都是从这个 URL， 就这个 URL 下面去 query 这样子。它有好有坏啦。那坏处就是现在很多防火墙或是流量限制是可以看流量的，就 Layer 7的 API router， 像 AWS 的application load balance 这种东西，它可以帮你看你的 URL 去做事情。可是呢，如果你把一切都放在一个 URL， 那很可惜，你没有办法 buy resource 限流量，或是你去 down resource 之类的。那解法是什么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指定的是都是你给的。所以像我们跟 Facebook 合作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另外一个叫什么？反正 Facebook 专用的 Facebook GraphQL URL 好了，让 Facebook 来打 iShape 的 API points 这样子。那我们同时可以抓到那边的流量，也同时可以做我们想要拆开跟第三方的 API 的资源的感觉，这样子是蛮有趣的事做。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去限东西的话，你可能用 URL 限东西，你可能就要这样做下去。那有人问说他有做什么 catch 吗？那其实在我们的使用经验里面，你要小心他自动帮你 catch， 就是怎么东西没有更新，所以你要去看他的 data load 是不是有偷偷帮你 catch 了什么东西，怎么餐厅明明更新了，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更新这样子。所以那其他在 iShape 里面的一些心路历程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般你看到的教学会叫你把会看到什么 username password 一个在那个 schema 的 arguments 上面写出来，在 query 里面来让我们看一下。
哎呀，我这边没有抓到有 argument 的范例。好，那回来。那简单的说呢，我们会把这个 argument 直接变成一个 type。那你可以想象，我们在那个括号里面的参数就传一个 type 进去。那个 type 我们有叫做 input， 有人会用 input 啦，我们后来就改用叫 payload 这样子。不然因为 input 在 Python 里面有点尴尬，是一个 keyword， right？ OK， 那更弹性的 input 我觉得会比较好处理。如果大家现在有在用 GraphQL 的人，就应该就蛮有体验，蛮有那个感受。那这样也比较容易重用，而且可以继承这样子。我可以继承一些我定义好的 type 啊。那其实我觉得在实作上还蛮方便的。像 我有例如说四五种的payload 都类似，那我就可以有一个 payload base 来让他们继承，这样比那些 arguments 要一个个处理，然后每一个 function 都要处理会好用一点这样子。那我同事强者那个张德浩，那他在 Modern Web 那边，其实之前就是最近在台湾的那个研讨会，他有给前端的 GraphQL 的 talk。那其实他有讲对前端而言，他有同时支援 React 跟 iOS， 那他可以封装 GraphQL 制作。其实你不可能，你其实很，你几乎不会想要自己去刻 GraphQL 的实作啦，所以你几乎就是跳一个套件这样子。那还有内建 request 机制啊，内建 catch 机制，基本使用超简单这样子，所以对前端看起来是利多多这样子。那在我们 iOS 这边，我们主要也是用 Apollo iOS。那我同事主要的 feedback 也是说，再也不用写 JSON parser， 真不错。对对对，不过。我等一下没讲到。在我们几次改版里面，我觉得我们一开始有从 input 跟 output 分开来做不同的档案，例如什么 input.py， 然后 inputs.py、outputs.py。可是其实，我后来回去看，我觉得 by resource 会更清楚，让一个档案更干净这样子。例如说，你这次是 menu， 你就 menu.py， 然后里面有 input、output 跟它的 schema。那我觉得这样看code会比较简单一点，这是一个小心得。那 Graphene 它其实有一些延伸出来的栏位，像 UID 啊，或 Bismo 啊。我现在的心得就是，你要用 String 就用 String， 然后等你知道前后端都有办法支援什么 UID、Bismo 的时候，你再来处理。那其他人像，因为其实 Bismo 你在出 API 的时候，你通常就是会转 string， 那你在这边用它延伸的，它想要做延伸的就是说，当前端丢值进来的时候，它会自动帮你转，你就会拿到 dismo 或 uid。 那如果格式不对，它会自己喷。可是在你在用的时候，你会有点 confused 说，可是我出去的时候呢，我要自己怎么去做？特别是在 Azure 里面，我们的小数点必须要很精准的对每，例如美国、台湾就不要有小数点，什么如果我找客人0.1元是没有办法被接受的。可是，在马来西亚或新加坡币，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币值，那他们可能用到点几块钱，哇，那我们就必须要调整我们的那个切法。那其实这一切混起来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先用 string 最简单。那我觉得在 integer 跟 float 都是类似的情况，这样子，就是你在用它 extended type 的时候，你要小心。那最后就是做 authentication 的时候，其实我们的 authentication 本来就有几种做法，所以其实在跟 GraphQL 接的时候，我们挑其中一种把它接到我们，就是我们
餐厅的登录，既有餐厅的登录，然后前端就会吃 token， 然后改用那个 token 打 GraphQL 这样子，是有点绕。不过其实不管你怎么做，最后都是跟 token 有关，所以我就是说你在接 GraphQL 的，其实 GraphQL 不太管你怎么做认证、啊、那包括什么 authentication authorization 都是你们程式要自己去处理，你们架构自己要去处理，不管你们想要用黑的啊，或是你们想要用API token 这样子。那简单的讲， GraphQL 目前只注重它的 API 怎么做，不会帮你管架构上，在架构上并没有特别想要去限制或是规范任何东西这样子。那简单的总结就是 GraphQL 它有弹性的 query， 然后在我们使用经验里面，它其实是一个取代 Django REST Framework， 其实我也看过 Flask REST Framework 啦。那其实大概就是看的 RESTful 那一套做出来，所以感觉差不多，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好的取代方式。不过当然这前提大家都是在开发 API 的时候用的。那我这边的 reference 比较少，因为我有一个 reference 是我在2018年在美国就讲过的 reference， 我等一下会跳回去给大家看一下。那我新的 reference 我发现这有一个 howtographql.com， 它里面有一个 Python 的教学，其实走完你就会蛮清楚的知道怎么做这些东西的。这算是我看过的教学里面蛮比较细的，因为他有讲到 authentication 用 JWT token 的方式这样子。当然还是算是有深下去一点，不过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接整套比较企业级一点的运用，我觉得它是一个不错的起点这样子。那最近我朋友跟我说，他也是讲者啊，说他们公司也有做 GraphQL 这样子，所以我等一下拿他的公司东西来 demo 一下，我觉得好像蛮好玩的 ，right？ 如果我还有时间的话，剩一分钟，好。那这是我2018年的 talk 在网络上找到，它的名字叫做 Winbar Library API 这样子。那我去年讲的东西跟我这次讲的就会比较不太一样，他会介绍一些比较多 iShape 里面的当初的决策啊，或是一些 GraphQL 在团队应用里面上的一些方向是什么、啊、然后 Python 的一些 Graphene 一些更多的实作这样子，还有一些程式码架构是怎么样，或者说code 程式码架构。好，那这我要看的是这个 reference。那之前的 reference 我提到有一个 GraphQL Weekly 的电子报，那现在很多人喜欢订 Weekly 的电子报 ，so that's one of it。那在 Reddit 上其实也有常会见到一些不错的讨论，这样推荐大家用 Reddit， 不要用 Facebook， 没有啦。那 Reddit 是一个蛮好的讨论的平台，因为你用 Reddit 你知道吗？一个好笑的东西就是你用 Reddit 的话，你在手机上面的统计是你在研究东西，如果你用 Facebook 的话，你在手机上的统计是一个社交时间这样子。我心得也是这样，其实我在 Reddit 上面用的东西看的东西就是我想要研究的主题这样子，那我在 Facebook 上就是我浪费了时间这样子。好，那 Search GraphQL on YouTube 你会找到很多，那 Graphene Python 你也可以找到很多这样子，我好像没有时间 demo， 那这是我刚刚讲的网站，请大家自己去看。那最后就是这个这是把它放在，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是一个很 IQL 的界面这样，不过它没有改过。那我不知道有人看过这个吗？来，好，太棒了，那我就 demo 一下。其实它就是 IQL 的
使用方式，你会在那边写你要的 variable 啊，例如他传了一个字词卷进去，然后他们公司的 model 会把它 passing 这样子，那这是他的 query， 那这边看起来是一个，让我看一下，哦，我按了什么？让我试试看，这样会动吗？好，让我来 reload 一次。看起来我网络有点问题。好，动。我网络真的有点问题。好啦，那不论如何，哦，出来了。那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意外，就是一串这一串。OK， 那基本上关于相关的功能，请参考他们公司的 feature 这样子，他又帮你断一些词出来这样子。那今天的 talk 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